大家好，我是小雅老师。现在的孩子喜欢背数学，那其实小范围的时候就没有把真的基本观念弄清楚，累积了很多不懂的观念，久而久之就会对这个科目产生了恐惧。小雅老师强调的是基本观念的建立，观念懂了，搭配题目的练习，遇到不管题型怎么变化都可以迎刃而解哦。大家好，我是郭伟老师。国中考高中的会考，命题委员加入了高中老师，原因是因为高中老师必须确认国中升上高中所需具备的基本能力，所以郭伟老师在国中数学的教学上，除了能力指标之外，特别加强与高中数学的衔接。当然，这也是会考命题的重点。我们精心挑选的例题，反复交错重要的概念，再搭配由浅入深的类题，让同学可以更有效率、扎实的学好国中数学。我觉得我最大的特色就是说，我很喜欢跟同学在上课的时候有互动。那我在上课的时候很喜欢问同学问题，让他们在回答问题当中去发现自己的问题。我也常鼓励小朋友在看我做之前呢，可以自己先动手做做看，养成他们仔细的阅读题目还有独立思考的习惯。其实即使是云端的课程，你会发现小雅老师常常丢问题给你，那你不要怀疑哦，我真的是在教你，你一定要记得要大声的回答我哦。郭伟老师从念台大大一，一周最多教16个家教，到大二开补习班，今年已经是我教书的第20年，一年可以教超过2000位同学。我真心的热爱教学，看着落后的同学可以跟上，甚至在数学这一科获得成就感；看着资优的同学，他可以透过有系统的整理跟完整的题库，更有效率的夺取高分，是我最开心的事情。我是郭伟老师，我是小雅老师，这是我们的云端学院课程。